上剑在前，天车也失去手艺，脑海飞扬，此生不战为谋的机会。此地就是昏海神门。秦魂就是谁？在下玉香，想拜入昏海神门。我来，我即即刻离开此地。这地方有你最初吗？好，武村。啊，段哥，王阿头，你专门逆传昏海神门。我这是想，还有后来刀锋凶器。就问你生气，可是我哭泣，他受伤了，天生风风，风天，啊，你就是，快起来，天王不得不理。这位姑娘是昏海神门的贵客，徐秀荣，吴强，玉逍遥不是吧？叫我师兄，叫你最忙可紧了，你弟弟，真是无礼貌的师弟，哈哈哈哈！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玉逍，我叫昆宏天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普欠，你是在普欠三回，你无论出，我真怀念那个骄傲潇洒的昆宏天，情况危急的时候，你总是毫无保留，这就是你，永远如此率真公德。重点在前，现在我到底能做什么？